每当提起知名嘅开发者小岛秀夫咧，相信大家都会即时谂起 MGS 系列啦。不过今次嘅恶魔城新作，正正就系一款小岛工作室有份参与制作嘅游戏。比起原本传统 2D 嘅玩法咧，今次反而能够充分咁表现出 3D 动作嘅爽快感。大家咧快啲拎起十字架一齐斩妖除魔啦！在过去恶魔城系列当中咧，主角都是以长鞭作为武器嘅。不过今次主角所用的武器咧，就结合了十字架和长鞭的特征，攻击的时候咧，可以好像长鞭一样挥舞杀敌。而随着角色不断咁战斗，可以累积经验值，学习各种效果的技能。另外十字架咧，亦都可以扣住机关从空中飞跃，令到角色的行动方式变得丰富。《龙传 Online 公测》咧，目前已经火热咁进行紧啦，而公测嘅等级上限咧就系80级嘅。期间咧，官方亦都举办咗唔少嘅活动俾玩家去参与啦。咁我亦都收到消息啦，唔少嘅风式玩家咧已经正在收集紧一啲钻石嘅道具啦，同埋一啲特色嘅战领。所以计翻起上嚟啊，如果越快玩得到游戏活动咧，就越划算啦。而另外咧，开发厂商嗰边咧，亦都计划紧喺未来会加入更加多嘅斗资啦、副本同埋更丰富嘅游戏活动内容添噃。《风色英雄传 Online 公测》开始之后咧，反应非常之热烈，因为咧实在太多人参与呢只咁好玩嘅 Online game 啦。两大商法嘅分流咧迅速已经爆满咗，官方而家咧已经为朵莉丝啦同埋菲列克斯嘅商法分别加开咗第六个同埋第八个嘅分流，嚟疏导汹涌热情嘅你哋啊！所以咧，快啲约埋啲朋友仔一齐加入游戏玩下啦！又到 ITV 大放送嘅时间啦！如果大家咧想免费得到《风色英雄传 Online》嘅开播嘅话咧，而家有机会啦！只要你用手机嘟嘟荧幕上面呢个 QR code， 或者去到呢个网站，然后点击《风色英雄传 Online》虚宝索取，再输入你嘅 email 同埋荧幕上面呢个密码，咁就可以得到虚宝噶啦。而且咧系数量有限嘅噃，仲唔立即行动？陈医生，陈医生。陈英雄，你好一点了吗？下一位，9月24，请成为我的英雄，《风色英雄传 Online》。